先邊個一張，咁今日係講關於一啲神秘啲嘢，所以其實佢啲 video 上網之後都大班人嚟咯。先邊個一篇嘅嘢，今年2014年啦，大家都多啲去背誦呢一篇嘅英文，或者多啲嘅去睇下佢裏面寫乜嘢。好重要的詩篇，大衛的詩篇，我們一起讀過，準備1、2、3，住在至高者隱密處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蔭下。我要論到耶和華說，他是我的避難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他必拯救你脫離捕鳥人的網羅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靈魂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誠實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驚骇，也不怕白日飞的气焰，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鼠奸别人的病毒病。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你为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要转在狮子和蛇的身上，只怕笑作狮子和大蛇。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有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長壽，將我的舊恩典給他。誒，希伯來文最後一節，to show him Yeshua 耶和華的拯救，其實就係耶穌基督嘅名。誒，詩篇嗰一詩篇嗰一章嘅一節9:1，咁其實80篇詩篇度就係我哋新加坡啱啱聽翻嚟嘅，我同大家今日 share 呢樣嘢。冇錯，就係最得意嘅一樣嘢咧，就係竟然喺呢一章裏邊咧，同麥基洗德有關。佢因為係第一句嘅説話，住在至高者的隱密處，必住在全能者的蔭下。嗰個原文同埋嗰個翻譯出嚟嗰個 idea 其實係爭好遠嘅。我哋 check 過 Pastor Prince 講咗少少，我哋再睇完之後咧，發覺係完全同佢中文翻譯出嚟或者英文翻譯出嚟係爭好遠。住在至高者的隱密處的英文，或者話 He who dwell in the secret place of the Most High， 啲字全部都 OK， 甚至係 the place of the Most High， 稱上帝為 Most High 嘅上帝，呢個字都準確嘅，superior， 一個好高嘅一個 position， 咁 He who dwell， He who dwell 嗰個 actions 本身就係我哋呢啲人邊個，願意喺呢一個secret place， 即係 secret 呢個問題啦。secret 呢個字本身嗰個字就叫 concealment， 即係話係一種上帝真係隱密咗喺一個秘密嘅地點裏邊嘅一個地方。邊個能夠進入得到呢一個秘密嘅地點咧？就叫做你就進入咗呢個 secret place of 呢個 Most High God。但係第二句咧就係話必住在全能者的蔭下。個 lodge 嗰個字咧，住在嗰個字咧，原來唔係真係其實講住喺裏邊，但係問題就係唔一定係喺你住喺裏邊，而係話係 under shadow of Almighty， 係佢嘅 shadow 會 cover 住你，你個住處係會喺上帝嘅影子或者佢個蔭庇裏邊咧，係遮住你，即係其實你發覺如果一個咁嘅三除一體嘅時候，你發覺係兩邊，唔係淨係一邊。你如果住喺你自己住喺至高者嘅隱密處嘅地方嘅時候咧，全能者嘅影子就會不斷咁遮蓋你所住嘅地方。即係其實第一樣嘢就係你揾唔揾到個 secret place of most high， 跟住你願唔願住喺裏邊。你住喺呢個 secret place of most high 咧，佢就用另外一個身份
去遮蔽你。Okay? 我呢個身份就叫做全能者，但係寫嘅全能者 Shaddai 呢個字咧 ，L Shaddai 呢個 Shaddai 呢個字咧，原來係翻譯錯咗。Okay? 原來 Shaddai 呢個字嘅原文，希伯來原文嘅意思或者英文翻譯嘅意思咧，老實講睇 ISA 佢個翻譯都係咁啊。佢話咧係 suffix， 誒唔係 almighty， 唔係 mighty， 係 suffix。suffix 即係 sufficient 嗰個字，即係話。充足者、供應者或者叫做永遠有能力去 supply， 得唔得？所以就唔係話乜嘢都勁，好勁嘅 Almighty 啊！我唔能話佢翻譯錯誤噶，因為其實當你係一切嘅嘢都係 sufficient， 即係話我的恩典係乜嘢都夠你用嘅話咧，其實嗰個乜嘢都夠你個 concept 係都可以接近喺 Almighty 裏邊，即係話你乜嘢事佢都能夠 provide， 你都夠 enough。More than enough, sufficient enough 去搞得掂。咁如果乜嘢都搞得掂嘅上帝，咁啊即係 Almighty 咯。但如果你淨係聽 Almighty 嘅時候，其實你搞錯咗，以為上帝係砰砰聲咁咩都 Mighty。咁如果啲人話啦，咁所以因此上帝係 Almighty 嘅上帝咧，其實就係佢哋 derive from 呢個字叫做 Shaddai 呢個字裏邊咧誤解出嚟。咁當你但係你如果唔明白佢原字個 Almighty 呢個字係。是 suffix 的話，而你直接聽 Almighty 的時候，你就會搞出 很多其他的，比如說 Almighty 呢就會 elaborate 變成 all controlling， 行不行？全權控制的，全權control 的，行不行？而是 all planning 啊， mastermind of everything， 如果你從 Almighty 那裡爆出的時候，就跟 suffix 這個字是完全沒有關係。而比較 accurate 一個真真正正 Almighty 的上帝啦，其實 suffix 呢個字比較準確，就是話你有乜嘢你交俾上帝，佢一定搞得掂。但係中間真係有一個問題，就係如果你交俾佢嘅時候咧，佢未必需要夾硬嚟 trigger 佢，因為佢係 suffix 而唔係 all controlling 嗰啲 Almighty。OK， 所以喺 translation error 嘅後果，人加上人嘅 imagination 落上帝好勁，得個勁字咁去走嘅時候咧，其實佢失去咗。上帝介紹佢自己，我係 El Shaddai， 我係 Almighty 嘅上帝嘅時候咧，其實我係話 I'm an all sufficient God， I'm well enough to provide you， 即係話 give you life 俾你一切嘅。第二樣嘢 ，God Almighty， OK 喺 Mighty 嘅力量裏邊 ，suffix 呢個力量裏邊咧 ，OK。個唔同點就係話 suffix 呢樣嘢，即係話我 provide 俾你，我 provide 俾你，即係話你一切嘅嘢改變係會 truly 得唔得？如果唔係用 suffix 呢個字嘅 Almighty 去睇上帝嘅時候咧，有嘢發生，原來上帝唔係 provide 俾你，係同你搞掂。我唔會反對話上帝真係有嘢可以同你搞掂，但係佢有好多嘢都似係一個全能嘅創世嘅 provider。俾一切生命體有生命嘅 provider， 去俾你一切足夠嘅力量，同埋俾你一啲源源不絕嘅嘢，去令到你 sufficient 去勝過每一樣嘢。我哋調翻轉睇下 through Jesus Christ 嘅生命裏邊咧，我哋見得到呢個 El Shaddai 嘅 Shaddai 嗰個方法咧，係點樣去顯露得淋漓盡致？我唔係話調翻轉，我哋話我唔係話上帝唔可以搞其他嘢，但係上帝試過好多次。用那種的 Almighty 的 concept 去幫人，但下下都會幫到啲人一波一碌嘅。Okay? 比如話摩西啊， okay? 上帝佢喺出邊嗰度同佢分紅海啊，又甚災，搞到好勁好勁好勁。但你唔見得到佢 increase 到摩西嘅信心去到深位，佢只係驚住咗，係嘛？過紅海嘅時候都係驚住咗。碌到去後邊嘅時候，即係我覺得佢係俾上帝 KO 咗之後先至似啲樣，但係都係唔好啲。但你調翻轉，你睇下以利沙，上帝係好 true 佢去令到 everything sufficient， 佢嘅生命就調翻轉，我哋覺得冇文化性，但係佢就 true 到。即係睇下你係想外在嘅 Almighty God 啦，定係你係當上帝係一個 all sufficient God 咁去睇佢咧？佢點解是佢自己？嗱，點解講呢兩個字？就係話。上帝用兩個身份 去介紹自己，第一個就是 Most High God， okay? 第二個就是 All Sufficient God，okay? 所以就係話俾你聽呢樣嘢，就係話你如果找到 The Secret Place of the Most High God 嘅時候咧，得唔得？佢就會以一個 All Sufficient 嘅上帝嘅身份，okay?
佢用佢嘅影子遮蓋你，遮蓋你嘅後果咧就會係咁樣啦。嗱，第二節，我應該講呢度定嗰邊？我有兩條路一定要行啊，係。我行咗，阿飛寫得嗰條路先，停停先啊，嗱，所以因此咧。你見得到呢度 mention 嘅一樣嘢咧，就係、是、一個 situation of 你揾到一個叫 secret place of 呢兩個人，一個係 most high god， 同埋一個 dish 啊，佢個 shadow 佢個影子就會嚟遮蓋你。咁我哋身為一個人嘅 duty 咧，就係、是、去揾 the secret place of the most high god。咁、okay? Pastor Prince 揾到啲乜嘢咧？佢、okay? 就係揾翻點解兩個個稱呼同埋個作者大衛。Okay?大衛有一個性格咧，我哋知道佢好犀利啊，就係、是、佢用上帝嘅名係用得好 accurate。其實上次我同大家講過啦，打巨人哥利亞嘅時候係嘛？佢同眾人講：我要俾非利士人知道喺以色列當中有神，有 Elohim， 但我要俾以色列人知道叫人得勝嘅乃係耶和華 Yahweh。因為耶和華呢個名咧係俾自己人。Okay? 對於外邦人嚟講，嗰班咁嘅友仔，嗰啲污糟嘢，即係我哋叫做未割禮就叫污糟嘢。嗰班咁污糟嘢嚟講，你知道呢度有大能者上帝。而我哋屬於自己人嚟講，佢係一個親密嘅名字。點解有 Yahweh？ 耶和華本身就係話有耶和華呢個名嘅意思嘅時候，就係話你同我中間有一個 covenant， 你同我中間有一個合約啊。你喺簽合約嘅日子裏邊，你知道我嘅名。Okay? 所以呢個名字對你嚟講係 remind 話俾你聽，我係一個 covenant keeping God， 對你嚟講係一個比較 dear 嘅 God， 就好似人哋叫你嘅時候係一個名咁樣。咁、okay? 如果你同 someone close 嘅時候，通常你都會有啲怪名。咁嗰啲怪名本身咧，就係、是、你同佢一啲嘅特別嘅關係上面稱呼出嚟嘅名。咁、okay? 所以耶和華呢個名字就係話。一個 covenant keeping God，、okay? 所以大衛有一種嘅 calling 上帝嘅名嘅時候咧，嗰種嘅小心嘅程度，俾佢係好，佢幾專業化嘅。Okay? 第二樣嘢你就知道佢點知道 El Shaddai 啊 ，El Elyon 啊，至高者啊呢啲名咧， okay? 其實本身佢一定係從摩西五經以前嗰啲經書度睇翻翻嚟啦。咁即係佢其實瞭解咗一啲嘅嘢嘅時候咧，佢先至話俾你聽有一個地方。叫做 the secret place of the most high，OK？、Okay? 所以邊個有呢個 secret place of most high 咧？點解 Pastor Prince 會講呢段咧？佢講呢一段嘅時候，其實我拉起曬佢之前同我講過曬嗰啲度，我都會諗翻起 the key of David， 明白？大衛嘅鎖匙，敬拜啊，進入去嗰個位喺邊度？羅馬書講乜嘢？即係我全部會拎埋落去某位裏邊。即係話我哋 true faith 明唔明啊？羅馬書佢講緊一樣嘢話，我 true faith。係可以 assess into a place， assess into a place of grace grant， 記唔記得？喺羅馬書裏邊，我哋經過信心就可以進入這個恩典嘅地方裏邊，得唔得？可以去 ask for God 嘅，所以因此嗰個 concealment 呢個地點喺邊度？點解對大衛當時嘅日子裏邊呢個地方叫做？The secret place of the Most High， the secret place of the Most High， 因為嗰陣時新約係未 reveal 嘅 ，Christ Jesus 未落過嚟，冇人知道 the secret place of Most High 就係 Jesus Christ 嘅墳墓啦，或者你可以睇佢 Jesus Christ 嘅墳墓，你可以睇 Jesus Christ 降生嘅馬槽，你可以當佢係約櫃嗰、那個約櫃裏邊嗰個施恩座嘅上邊兩個 cherubim 中間嗰個位。你亦都今日話埋埋俾你可以睇到呢兩隻 cherubim 所隔住嗰個加德和 Eden 裏面嗰棵森林樹。OK， 四個位其實係同一個 picture 嚟嘅。OK， 同一個 picture。OK， 都係講緊同一樣嘢。The secret place of most high。OK， 所以我因此話我哋講麥基洗德之前咧， okay? 我哋再講下 Eden 原來我哋做乜嘢？嗱 ，Eden 我哋知道一樣嘢咧，就係話上帝創造呢個世界嘅時候。OK。亞當夏娃本來不是伊甸，跟上帝安立了一個伊甸之後，將那個人亞當咧放咗喺伊甸裏面。所以呢一個特別的 place 咧，係上帝整出嚟一個特別的家庭，係讓亞當住喺裏面。點解要有呢個伊甸園？當然啦，佢可以種樹啦，可以食果子啦。但點解咁特別要將亞當擺喺呢個位裏面？伊甸園對於上帝嚟講有咩咁特別？
你發覺我唔知啦，咁點解個聖經裏面有啲咩 information 話俾佢伊甸園有啲乜嘢嘅 concept 喺裏邊咧？我哋知道兩樣嘢咧，佢哋犯罪前、犯罪後。犯罪前，上帝喺伊甸裏邊做乜嘢？同佢哋一齊生活。就是一個地方可以跟他一起生活。你想想啦，伊甸裏面上帝怎樣跟他一起生活，伊甸外面的人呢，如果上帝跟外面的人接觸的時候，你瓜會怎樣？會不會不行？嚇死他們，可能未會殺他，當時沒有罪，嚇死他們都嚇死他們。上帝那個跟人的一起生物的關係，伊甸外面和伊甸裏面呢是兩個不同的關係，就是跟那個 carbon keeping 的中間的波一樣。伊甸的地方是做什麼？ So that God can be with people， 上帝和人可以 spend time together， 是一個 meeting place of 人和上帝。所以因此這個 secret place of most high 在四個位置裡面都是講同一樣東西。大祭司每一年一次進去獻祭的時候，他都是在那個聖約櫃上面那個位置裡面去談判，而上耶和華的雲彩就正正在這個位置那裡就開始打出來一個好像雲柱那樣的東西，一路升穿的回望直上天。 OK， 他在那裡就會領受到上帝的意思。 OK， whereas 人和上帝中間那個接觸點，第一個接觸點呢，就是聖誕節耶穌基督降生的時候那個馬槽。 OK， 那個馬槽位耶穌基督就是包著細麻布，即是果絲布的 BB， 你不夠暖的在細麻布包著，放在那個馬槽，那個馬槽其實是化學資料棚，用石頭做出來的，即是說它是一個被人可以去 consume， 生出來就是為了死亡的嬰孩。 OK， 而在那一刻的確就是人和上帝呢變成一個可以 kissable 和是可以相愛的一個 medium， 和人有一個很 close 的接觸。第四個點就是耶穌基督的墳墓，他進入了墳墓甚至 empty 了個 tomb 之後呢，那個至聖所的幔子分開了之後，人和上帝就可以有一個 fellowship。 所以這四個位置都告訴你 The secret place of most high 在哪裡。 OK， 為什麼和其實都有關呢？ Okay， 就是當我 check Shaddai 這個字和 Elion 這個字呢第一次出現。 OK，我是耶和華至高者，耶和華，我是全能的神，等等。一個 Elion 和 Shaddai 這兩個字最在聖經裡面第一次出現的 Genesis 裡面，創世記裡面中間這兩個字夾住那個位置，原來就是麥基洗德的 case。 Okay？ 所以在一切的編排裡面會不會看到一些人和上帝的第一個fellowship，或者真真正正的一個比較全面性的接觸。 OK， 有少少不是幻想式的那種上帝就住那種的上帝，卻又可以見得到和上帝一起的 union 啊 communion 啊的位置呢，的確，okay？ 比較 detail 一點在聖經裡面寫得出來的話呢，其實是麥基洗德。 OK， 你想想之前有哪個位置啊？伊甸園等等，亞當和上帝，亞當和上帝是奶了東西才是這樣寫的，平時好好地的時候沒有寫東西的，沒有寫到任何東西的。還有什麼上帝下來跟亞伯拉罕吃飯，說他要生仔，是給東西給來給他，不是 spend time for something。 Okay？ 唯獨 spend time for something， 你想想之前做史詩記那些，基頓那些是亞伯拉罕立約那裡呢，你覺得他們是，我就是覺得，你覺得那時候是不是 mission oriented 啊，還是真的 spend time？ Okay？ 好，是看看他們 spend time 的定義是什麼，他是想去理解這件事。你說會不會有兩個 impact， 有 maybe 是一個很 strong 的 impact？我覺得都有的，比如說他在他要去燒索多瑪的時候呢，硬是跟阿伯拉罕頂兩嘴的，即是他硬是有些東西會有些 mission 裡面的東西。 Okay？ 所以其實可以說有的。 Okay？ 但我覺得是，我覺得這個位置 anyway 是比較奇妙一點的，就是他你要發覺有一個奧秘在裡面。 Okay？ 他是賴了內身藥裡面，而是很直接的，因為 mention 麥基洗德只有三個位置，就是這個獻祭的位置，大衛的詩篇的位置，等等，okay？ 和希伯來書的位置，okay？ 而希伯來書的位置告訴你，在這裡面是有奧秘在裡面，okay？ 還有一件事就是說什麼叫做 Order of Melchizedek， 在希伯來書裡面簡稱，搞得很清楚，你發覺基督的等次和
北京寫得個等字一樣，無父無母無始無終，好犀利，係咪啊？即係如果麥基寫得同耶穌基督唔係同一個人嘅時候咧，我哋發覺有兩個無始無終無母，真係奇怪嘅。但我好肯定耶穌有媽咪啊。無始，麥基寫得唔知嗱，你真嘅interaction 裏面有好多個，但係我覺得好有味道嘅呢一個位咧，就係麥基寫得，因為麥基寫得嘅事咧，係件事發生咗之後，嘅一個 celebration 或者一個 communion， 喺埋一齊 spend time 嘅時間，就唔係話為咗一件事將會發生啊，中途上帝需要揾你傾下偈去做啲嘢嘅位，係件事已經搞掂曬，其實可以拍埋屁股走人，但係又聚埋一齊就傾下偈咁樣，呢種嘅 spend time 係喺好明確嘅上帝同人中間，即係冇唔係揾佢做啲嘢。嘅 situation 裏邊咧，呢、這個可能係唯一僅有嘅一個位嚟。Okay? 真真正正你見唔到好多嘢係上帝落到嚟人 ，for no mission 而 hand。Okay? 所以其實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幾得意嘅位。就算佢同撒拉傾偈咧，翻到嚟都係話你將會有仔，咁啊近硬係有啲嘢搞下，將會發生啊。都係同阿巴拉罕講話啊，所多瑪城我要降災啦。其實都想同你同佢 argue 一下十個人之類嘅嘢。咁上帝 get 到個 idea 救佢個 nephew 阿 Lot， 救佢出嚟，即係有啲嘢會重生。但係呢一個 case 本身咧，就係阿 Lot 同埋所多瑪王咧，俾五個皇帝夾攻咧，就將嗰啲人冚唪唥攞掠走咗，同埋啲錢冚唪唥攞掠走咗，啲女人又攞掠走曬。跟住阿伯拉罕咧就拎咗3000个佢，唔系300个，佢就攞咗佢嗰啲花麻个战狼三百咧，我觉得同嗰个战狼三百应该系好大落差。嗰啲狼族，佢啲随从咧，慢慢先去追击五王，追击五王个位就完全嘅将佢哋攻陷晒啊！五个皇帝，300个人，我谂。我哋兵分五路，每人60小人攞打一個國家，就包曬佢哋啊！完全嘅，跟住佢賺翻嚟之後咧，有一個好大嘅 wealth 係一個 spoil， 一五個皇帝都俾你 KO 曬，皇帝 KO 咗，你知道你有幾多著數？唔單止阿 Lot 以前嗰啲冚冚嗰啲翻身翻，仲將五個皇帝嘅財富全部大部分咧納咗過嚟，或者唔好大部分咧小部分。成五都已經好正，立咗翻嚟。阿伯拉罕嗰一刻裏面得到好多個財富嘅時候咧，嗰度件事就產生。你記得邊度啊 ？Genesis 14。係，我哋睇 Genesis 14。創世記14章，我睇下啦。哇！呢度有排打啊！我哋第17節啦，佢打完仗咧，第16節里边咧就话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的侄儿罗德华、他的财宝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全部攞晒翻嚟，五王全部打低晒。而佢系点样去杀人嚟噶？15節，佢话便在夜间自己与仆人。分隊殺敗敵人嘅，佢唔係戰狼三百一齊打，戰狼三百仲要除318啦，加咗18，加咗原來係戰狼三百加18羅漢，下次打得咁犀利嘅。除咗五之後咧，即係大概60多人，就打一個皇帝，分咗幾小隊打曬佢哋班。17節嚟啦，呢件事就係產生喺呢度，亞伯拉罕殺大基大老馬。和與他同盟的王回來的時候，所多瑪王出來，在沙微谷，接待他。沙微谷就是王谷，沙微谷係 Shin 呢個字本身就是話皇帝咁解嘅，王谷即係 Valley of King， 即係呢個 Valley 本身咧有好多皇帝喺裏邊，或者王谷。所以王谷嘅時候咧，我究竟有好多個 picture， 究竟呢個 Valley 係點樣？Valley 應該有個 V 字，有兩個山頭應該，但係所以其實可能咧，一個係所多瑪王，一個係麥基洗德，兩個就會落嚟啦。又有撒冷王，麥基
基使得帶著餅和酒出來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欸、所以呢個又是王又是祭司的位置、欸、，King and Priesthood， 記唔記得呢段經文在哪度出現過啊？有哪度話俾你聽一個人係又是 King 又是 Priest 又是上帝，從上帝嗰度走出嚟的，我哋新約裏面就得一個位嘅，其實喺啟示錄嗰邊，喺最後嗰卷書裏面，得唔得 ？Kings and Priesthood， 嘅、欸。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所以因此你看清楚，当呢个麦基洗德嘅 covenant， 佢个身份同旧约嘅身份有乜嘢唔同？同亚伦祭司嘅祭司族有咩唔同？亚伦祭司嘅祭司族就正正系因为摩西嘅软弱。嗱，摩西软弱喺边个位啊？摩西啱见到上帝嘅时候，上帝叫佢去将。我哋遲啲有套 Exodus 嘅電影出到嚟啦，係完全得個名嘅咋，你睇個樣打嚟打去嘅時候，我知道，哇！呢啲又係唔翻聖經事嘅嘢，一套又一套。嗱，當時上帝叫摩西去帶翻班以色列人走逃離埃及 ，OK？ 佢叫佢做啲乜嘢？佢叫佢一個人去將我哋全部拯救出嚟，係嘛？但係問題就係佢有乜嘢軟弱啊？佢話佢自己個口才唔得啊嘛。即是他第一件事就是说他以为他拯救以色列人是要靠自己的口才，自己的口才不够的时候一定我做不到。上帝叫他你要自己去的时候，他再三推搪的时候，他就找了另外一个就是亚伦，他的兄弟亚伦。因此上帝给他一个人的身份就分了做两个，一个就是自己，一个就是亚伦。究竟之后亚伦变了什么？亚伦就变了当时摩西律法裏面的祭司族，而摩西本身的 shadow 做了什麼？又做了一個皇帝，所以帶領以色列人的領袖皇帝 Kingship 和 Priesthood 就在律法裏面就分裂了出來。但是因什麼而產生這種律法？就是因為人依靠的是上帝的應許，而且他沒有信心，信不過上帝，硬是看自己的能力令到他是第一個 fall，第一個跌倒的一個理由。所以因此麥基洗德的等次，上帝那種王權和 priesthood 被他一次過分成兩邊的位置的時候，原來就是因為人信不到的事情。所以因此在這個王國裏面的時候，我們就知道這個麥基洗德就是回到至高神的祭司。麥基洗德的時代是亞伯拉罕的時代，不是摩西的時代。那時候剛好是上帝最好因為 grace 的緣故和亞伯拉罕立約的日子裡面，是好像耶穌基督新約的日子裡面，他的 priesthood 是完整的。亞伯拉罕不是皇帝，你 要做的就是亞伯拉罕又是皇帝又是祭司、okay? 如果不是麥基洗德等次就是皇帝又是祭司，因此他是撒冷王又是平安王，他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所以你看到至高神呢，又看到第一个 Elion 这个字、okay? 所以为什么第一次圣经出现至高神 Elion 这个字呢，其实就在这一段里面、okay? 对吧、okay? 就来了、okay?撒勒王麦基洗德拿着饼和酒出来迎接的时候，至高神的祭司他就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神把地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所以他就说赞美那个呢，走不走后面我们再查一下。你拿住了嗎？我都縮崩了，我爸爸過來幫我看一下。所以這個媽咪過來你看一下這裡。
这个麦基洗德呢，诶，佢出到嚟嘅时候咧，佢讲嘅说话咧，就系、是、为阿伯兰祝福。而你个祝福嘅本身系咩嚟噶？呢、这个祝福嘅本身系城市前嘅许愿啦，系城市之后嘅祝福啦，系城市之后嘅。Okay? 所以喺城市之后嘅时候，你记得到咧，佢并冇去讲任何嘅 judgment 啦，冇讲任何判断啦，净系讲祝福同埋赞美嘅啫。Okay? 祝福同埋赞美咧，就系呢个麦基洗德。麦基洗德等次里面所要做的职事，就同即系你发觉咧，佢里边咧冇一样嘢叫做赎罪，冇一样嘢叫做叫你小心上帝，冇一样嘢就系话叫你洁净自己嘅身体先至得到上帝嘅祝福，而系话俾你听，拜你嘅卡凡人嘅时候，上帝系应当称颂，因为呢个系 all gracious 嘅嘢，所以因此我哋知道呢个 secret place of most high 咧系同个 grace realm 系有关。Grace Ram 的本身有一種很重要的東西，就是說你的 position， 因為我們在說至高者，至高者是說一個 position 的時候，你要說什麼，就是說在 Grace 裡面，在 Grace Ram 裡面，上帝的 position 是什麼，我們的 position 是什麼，其實很簡單的，在 Grace 這個字裡面的時候，上帝的 position 就是 all about giving，付出的，而在 Grace Ram 裡面，我們期待裡面的時候，我們的 position 絕對的 receiver，所以因此第一件事就是，如果我們 position 得啱咗嘅時候咧，我哋知道有呢個祭司要 proclaim 一樣嘢嘅 ，proclaim 上帝賜予俾你，上帝恩賜應該值得重讚，你係應該接受上帝嘅祝福，因為你係極度之被祝福嘅人。佢係宣告你被祝福嘅事實，同埋讚美上帝是一個 provider 嘅人，係見證翻上帝嗰個身份。Okay? 所以所謂 dwell in the secret place of most high 的第一件事，就是我們知道 grace 這件事之後，我們有沒有完全的去明白上帝 is all about providing a passion of providing， 而我們是一個 thanks 的 receiving， 我們的 heart 是不是不斷去 receiving 兩件事。有些朋友不是很懂得進到來 the secret place of most high， 只是懂得停留在羅馬書裡面，他停留在羅馬書裡面的時候，就發覺他在邏輯上面知道上帝是一個頒發禮物者，他自己是一個收禮物者，但他們就很 focus 在份禮物裡面，等等，就是覺得是這樣，好像 ATM 在那裡抓錢，你不會跟個 ATM 呢、okay? 你不會跟一個提款機呢產生感情的，你只是對張卡落裡面是這樣在那裡拿的、okay? 如果李嘉誠給他張卡給你的，你都不會對你會對李嘉誠或者呢張卡有感情，佢不斷咁去攞錢。Okay? 跟今時今日好多人一樣嘅，就係佢哋嘅感情破裂咗之後咧，就成日話人哋有冇俾家用，淨係講攞錢嘅。攞、okay? 錢卻唔會攞到對方嗰個心意，就其實係啲人唔明白 Grace Ram 嗰個 secret place of most high。嗰個 secret place of most high 就係你 through 呢個 Grace 嘅 system， 你見唔見得到嗰種嘅 joy， 嗰種嘅 togetherness。嗰、那個 cover 背後嘅 faithfulness， 上帝對你嘅愛，你對嗰種嘅恩接受嗰個種嘅感恩。Okay? 所以因此點解除咗一個 all giving 嘅上帝已經令到亞伯拉罕戰勝咗紅王，得到好多 wealth， 禮物其實已經俾咗，但麥基洗德走得出嚟呢一個位置，就係帶你進入一個更加深層嘅 the secret place of most high，look beyond the grace，look beyond the grace。你會 find 到上帝的 faithfulness 同埋我哋嘅 correct positions， 你會 go deeper。但啲人就係話 Lord and grace， Lord and grace， 嘅兩邊都其實都仲係好 beginning。進多一步嘅位裏邊咧，你發覺就有一個祭司走出嚟話咧 ，blessed， see how blessed you are， see how faithful you are， 得唔得？呢個就係麥基洗德嘅 job， 亦都係 Christ Jesus 嘅 job。話俾你聽，你係一個 receiver。You are a blessed and loved one, and God be the one who prays, the one who gives, okay? The one who is faithful, okay? 嗱，但係你好得意一樣嘢咧，誒喺呢一個位裏邊咧，原來有三樣嘢。Okay? 願天地的主至高神賜福亞伯蘭，至高神把敵人交在你手裏，就是應當的稱頌的。亞伯蘭就將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給麥基洗德，俾出佢。跟住廿一節咧，就有個人嚟答爹啦，得唔得？所多瑪王對亞伯拉罕說：你把人口給我，財物你自己拿去吧。Okay?
即係話我打翻嚟嗰啲一切嘅財物本身有一份係所多瑪王自己嘅。佢話：你唔使啦，嗰啲就當你落當你嘅人工啦，得唔得？當你嘅人工啦，你打贏咗呢啲值得俾你嘅，你將啲人俾翻我得啦。OK， 但係問題就係、是、阿伯蘭點講咧？ Okay? 阿伯蘭對所多瑪王好得意啊！阿伯蘭對所多瑪王說：我已經向天地的主至高神耶和華，其實即係頭先嗰個。Okay? 我同佢 proclaim 咗 swear 咗一樣嘢，凡係你嘅嘢咧，所多瑪王就係一根線一條鞋帶我都唔。我打翻嚟呢扎嘢，呢一份系你嘅嘢，我唔要。我唔要嘅目的唔系要你祝福我，佢系睇唔起呢嚿嘢，而背后有一个原因，就系话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嗱，呢一个位里面讲出两个人嘅心态。Okay? 你会见得到亚伯兰点样小心呢个人。Okay?因為他知道你給我的 wealth 的原因就是你可以跟其他人說、okay? 他使亞伯蘭富足、okay? 行不行？其實他那裡可能只有20元，上帝給了他2000元，收得你那20元的時候，他說、啊、亞伯蘭因為我原本賺了2000元，行不行？就會被人欺騙了，以為這些是一些方法，你今次都不是一樣、okay? 很多兄弟姊妹裡面得到上帝的 grace 的時候，明明是一些很 plain 的 grace， 他硬是要講一些、因為一些方法是令到他得到這些 grace， 因為我做了一些事而不是 focus 回在實實在在地將話給人聽這件事 by all means 要求上帝，他留了一個位去給了、這個 King of Sodom 的這個所多瑪王，令到人家以為是這個方法呢令到佢得到呢啲嘅，卻唔能夠彰顯到呢個係上帝嘅事實。嗱，好多人都會喺呢啲位裏邊咧有一個軟弱嘅位，因為呢廿蚊佢都要攞。Okay? 阿伯蘭知道一樣嘢，你呢個人嘅、okay? 目的就係咁樣。Okay? 但第二樣嘢調翻轉，阿伯蘭亦都知道一樣嘢，就係、是、佢一定係 rich、okay?。但係佢要 rich 嘅原因係 purely by 上帝嘅 covenant， 佢唔要有半點，因為你呢啲嘢嘅緣故咧，俾你一個藉口俾你用。他說你這一切的東西我全部都不要，免得你說這些、okay? 所以因此呢，你發覺在這個 Secret Place of Most High 裡面呢，的確是會有三件事發生。第一，上帝會給到你，因為 Grace 和他的 Covenant， 他會給了你一種 Richness in terms of 什麼我不知道、okay? 你生命裡面一定有一種 Richness 產生、okay? 而這種 Richness 裡面有一部分可能屬於所多瑪王、okay? 你會不會將它切出去，你都還相信你已經是夠 Rich 呢？你會不會將一切的東西都 honor 翻 Jesus Christ？ 但 be fair to yourself， 嘅呢啲嘢如果唔係上帝嘅，就唔好夾硬話係上帝啦。係上帝嘅調翻轉，就唔好用其他嘅嘢咧，去改變咗自己嗰種 richness 去 proclaim 人哋嘅靈界。亦都有第三樣嘢，我見得到撒旦本身的確係有呢啲咁嘅種子喺裏邊。你俾個人佢，你就可以攞翻。所以因此。純 law， 如果 under law 律法裏面嘅話咧，你得到上帝嘅獎賞咧，就唔係 under 呢個 equation。OK， 你係要 perform good enough。OK， 上帝就因為你 good enough， 所以就 bless 你，你應得嘅人工嚟呢啲。OK， 但係恩典本身就唔係上帝俾咗你，人哋就會搭到主角，你要切翻出去。OK， 有啲乜嘢你覺得呢啲？係。你係應該咁樣啊？所多瑪王地方就做唔即是 under 多，你就是光明一點，是啊，人家就會誤解以為這些都是你出力的人工啊，你為我打回個皇帝回來啊，所以你賺了很多錢，因為我緣故啊，但其實搞我整個粥的本身都是因為所多瑪王的嘛。 Lock 本身就住了在所多瑪裡、okay? 所多瑪王就本身就瞄到這五個王的打了他，然後阿巴拉罕幫我砌回面，行不行？那他就抽上帝水了。撒旦永遠都是這樣， Secret Place of Most High 告訴你，在那個和上帝那種的交流的情況裡面，撒旦是很 jealous， jealous 去到某個位置裡面的時候呢，其實他想分開一杯羹， deceive 不到你，他需要你 deceive 的。我們有沒有 experience 在 grace 裡面的時候 magnify 耶穌基督的 gospel， 還是我們有時都會用一些方法幫上帝去開脫neutralize 多啲嘢啊，啊，出翻上去個十字架上邊。
所以我哋都會有呢啲咁嘅預約位嘅時候，我哋有冇一個阿伯拉康咁嘅清晰嘅思維？只有個人所吃的，比喻我屬魂的阿賴爾國神啊，萬尼所應得的份，就可以任憑他們罵去。嗱，呢一句都係好得意嘅説話。阿伯拉罕話：你嘅嘢我一啲都唔掂，但係我個仆人，我同行嘅阿賴啊、以實國啊、萬尼啊，佢哋應得嘅份可以任憑佢哋攞，即係話唔係佢哋一定要攞所多瑪嗰啲嘢，係話佢哋嘅決定係佢哋自己話事。至於我同我上帝，我就唔會要你啲嘢。佢哋嘅有佢哋話事，所以因此係呢個係好 personal 嘅，自己同上帝嗰種嘅深交嘅情況去到邊度？所以第二樣嘢，你亦都知道到一樣嘢咧，喺希伯來書裏邊咧，亦都 address 翻呢一段嘅 content 裏邊。佢 address 翻呢個 content 裏邊嘅時候，再話俾你聽，bread and wine。同埋佢獻上個 tithing， 係代表咗耶穌基督嘅死亡同埋佢嘅復活。點解咁講咧？其實就係話嗱，呢個位本身就比較，我唔知上次有冇講過，而家再傳播少少嘅，就係話 Christ 嘅生命，喺佢死咗之後咧，復活咗之後嘅 Christ 嘅生命咧，其實就彰顯咗喺我哋身上。所以他的 death 和他的 resurrection 是两个 work， 是他 accomplish 的两个 work。 第一个 work 就是他lay down他自己的身体变成 the bread and the wine， 因为他的鞭伤我不得了医治，他流的血令到我们 forgive 和 justify， 但是他的 resurrected 那种的生命 life and life more abundantly 那种的生命其實係彰顯咗喺我哋呢啲 receive 咗佢嘅生命嘅人身上，佢嘅死我哋得到嘅生命，信咗佢之後得到嘅復活。所以因此咧，你發覺咧個 duty 係兩個，你講下 duty 個 container 本身咧係有兩個唔同嘅 container。第一個係 Christ Jesus 嘅 container， 第二個就係我哋嘅 container。所以因此點解呢兩個位係一個叫做 bread and wine， 一個就叫做 tithing 嘅十分之一。十分之一，我哋唔好睇我哋今時嗰個十分之一，你睇我哋今時嗰個十分之一，你永遠都唔明咩嘅十分之一。你睇阿伯拉罕嘅十分之一 ，contra with 今時今日十分之一，或者當時律法之下嘅十分之一，你知道好唔同。阿伯拉罕嘅十分之一有咩咁特別？第一，佢唔係 demand by God 嘅，明白？第二樣嘢，阿伯拉罕俾麥基洗德嗰十分之一嘅意思係乜嘢？點解佢要咁做？我之前講過啦，十分之一唔會多唔會少，一多就似分紅，少又好似唔夠，十分之一好似一個好靚嘅 number。咁呢個用一般嘅 idea 去答。但係問題呢、這個十分之一係咪佢全盤嘅家財嘅十分之一咧？係。呢、這個十分之一係一我哋話 OK make 十分之一簡單啲，即係 a significant portion， 得唔得 ？OK，a significant portion 即係乜嘢咧 ？OK。咁我哋睇下，我哋用即係究竟到最後就話點解阿伯拉罕會獻上十分之一俾佢？而呢十分之一本身係上帝因為呢次打勝仗咧，而俾佢得到個 spoil， 去獻上十分之一，即係上帝令到佢得到呢啲咁嘅嘢啦。咁我哋係咪停留喺上帝令到我得到嘅嘢拎俾佢？係咪真係咁嘅意思咧？係咪真係淨止喺呢個意思咧？我覺得唔係。嗱，你諗下，如果冇咗呢件事嘅時候，他就不會獻上十分之一。有這件事的時候他很感動，他拿上十分之一，他感動什麼？女人很難說，如果你用女士的心態去想的話，即是感動就感動，很多東西都可以感動。我們用男士的心態，阿伯拉罕的心態去看，你知道這個人吧，撒拉也比較女生一點嘛，你看看他也挺 man 的，阿伯拉罕反過來真的挺磨擦，挺瀟灑不理的男人來的。你記得阿伯拉罕不是很扎扎跳，成日好似伊娃鬼叫，好似撒拉咁樣，會欺笑上帝。阿伯拉罕同上帝講嘢會有理由、有理據嘅。呢啲咁嘅男人，如果喺嗰一個感動嘅位裏邊拎出十分之一嚟獻俾麥基洗德，嗱，擺明佢獻俾上帝。但係佢要懟俾麥基洗德去代收，但係上帝係冇 demand 過。What is the message of this action？他感激上帝，感激上帝啲乜嘢？
其實是一個關係咯，即係好似我俾家用我阿媽，我阿媽又會俾翻零用錢我。其實咁點解我唔直接俾個 net 佢咧？係因為呢個 exchange 個，即係例如我俾1000蚊我阿媽，我阿媽俾翻兩嚿水我，咁點解我唔一開始就俾兩嚿水佢？嗱，最低而家就你可以咁諗，就諗下，咁你阿媽點解俾兩嚿水你？因為佢錫我咯。即係佢驚我冇錢使啦，假設即係唔係，即係佢驚我冇錢使，咁我又想俾我阿媽，咁唔係即係呢個唔係 personal 嘅 reason， 即係喺一啲 family action 又好，或者一啲倫理關係裡面都好，咁如果係咁，唔係回禮，即係係佢係啦，佢驚你冇錢使，又或者佢驚你。即係佢其實係出於得 friend 壞嘅，食埋啲咁嘅無效病。唔係，即係佢其實係出於一個關心咯，即係唔係真係覺得佢冇錢使，係純粹用呢一個媒介去具現化佢對你嘅關懷。話咁麥基洗德就代表住佢背後嗰、那個，即係佢係最高神個祭司嘛。其實都好接近嘅，但係我哋 get 唔到 idea， 就係因為媽咪係高一級，我哋低一級。所以阿媽俾我哋嘅時候咧，就好似驚你冇錢使，就會有啲咁嘅奇怪嘅諗法等等。即係咁樣套落去嘅時候，我哋就驚麥基使得你冇錢使，即係咁樣向下喎咁啊。我覺得有樣嘢好得意，就係阿 Abraham 佢由錢出嚟，去到佢去打啲場仗之前，其實佢嘅財富已經比佢一開頭嘅時候多到，係由頭到尾冇諗過要獻十分一啊定乜嘢嘅。冇錯。而家喺今次打完場仗之後。多了這一塊為什麼在這個 RAM 裡面他會拿十分之一出來給麥基洗特第一、欸、我覺得一個很大的理由就是終於有一個麥基洗特是我覺得你不是麥基洗特 很麻煩比如說耶和華上帝阿巴拉罕會跟他朋友的耶和華上帝來到跟你吃飯、欸、行行你在財產那裡拿十分之一然後兜給耶和華上帝耶和華上帝看著你你煮兜饭俾我都系同你一齐食，万一你俾啲钱我做乜啫？你俾我洗，好奇怪得唔得？佢想俾上帝俾唔到噶，但系有麦基洗德呢个人咧 ，OK 嘅，你可以奉献一啲嘢俾佢，即系有一个 target 第一样嘢，你系终于可以俾到啲嘢上帝，佢系终于可以 receive 呢个同 Christ Jesus 嘅 secret 一样，有 Christ Jesus， 你终于。可以真正的 love 上帝，上帝真終於真正可以 receive 你的 love in a solid way， 得唔得？我哋愛上帝，愛上帝，你點愛上帝？上帝 is everything， 你點愛上帝？但係如果有個 baby Jesus 出現嘅時候，你可以真係好愛佢，好保護佢。啊，終於有機會可以愛佢。嗱，咁我哋知道有一個 target 嘅第一，第二，但係點解喺呢件事裏面佢要咁做咧？嗱，我哋就要 shuffle 翻阿 Polly 頭先所講嘅嘢，調翻轉個位。誒，即係話而家，因為其實希伯來書都話，麥基洗德喺上邊，佢祝福佢噶嘛，祝福佢嗰間大啲嘅，所以你奉獻嗰個咧係向上奉獻嘅。咁就假設咧，係你俾十分之一你阿媽，即係你阿媽俾2000蚊你，你俾翻200阿媽，嗱呢一下就得意啦。假設你未賺錢啊，你未賺錢，因為你賺錢就2000蚊俾屋企買，係咪？你未賺錢嘅，你讀緊書嘅時候冇零用錢，得唔得？你冇零用錢嘅時候，你阿媽俾零用錢你 OK 啊？就俾2000蚊你嘅，就好似上帝嚟到阿巴拉克打人仗咁樣，得唔得？你拎翻200蚊俾阿媽，係為乜咧嚇？表示你錫佢咯。有少少關於呢啲嘢嘅，再深少少，準確少少，即係。咩叫做攞翻200蚊俾阿媽？你會唔會現兜兜攞翻200蚊俾阿媽先？我哋而家即係可能請佢飲茶或者買啲嘢咁樣。做啲嘢嘅時候，嗰個 message 係乜嘢準確少少？點解我會做啲嘢？比如話啦，唔好諗你自己家庭啊，係因為個個家庭都參差，個家庭唔賺錢。我哋假設喺一個完美家庭裏邊啦，係媽咪一個月俾2000蚊嘅。零用錢俾你月頭，你就好特登嘅，一開頭 first born 啊嘛，第一日佢一俾錢你嗰一刻，你就好想請佢每個月都要舉一次牌，飲一次食一餐，你請翻佢嘅200蚊為 budget， 呢一餐嘅 message 係乜嘢？感激一定有噶啦，話俾對方聽你知佢愛你。啊哈，得唔得？你知佢愛你得唔得？第三名呢一個
佢俾咗錢你嘅一種嘅證據，或者話俾你聽，你同我嗰種嘅 relationship，life 明唔明？即係證實你嘅存在。如果係上帝嘅話，調翻轉啦，再 close 少少，我哋有啲唔係咁深奧嘅嘢。阿爸同你買一啲雪條俾你。阿仔，天氣咁熱啊，雪條，你要邊只？芒果，成啲雪條買俾你嘅時候咧，阿仔硬係一個習慣，就係你買一支雪條俾佢之後咧，佢一定俾你咬第一啖，俾你咬翻啖背後嘅 idea 係乜嘢？我真係買咗啦！即係話俾你聽，呢個雪條係你買俾我，得唔得？跟住俾你咬翻啖。就話咧，我知道你係對我好，你有好多千言萬語嘅 message 喺裏面。你係我嘅生命裏面 alive。係，係 is a way。所以因此點解希伯來書裏面講咧，就 is a way to show Jesus Christ is living in your life。OK， 所以因此原來證明 Christ 喺我哋生命裏面係 alive 嘅時候咧，就係、呢種嘅 tithing 嘅 spirit 啦。我唔係講緊 tithing 嘅價錢，得唔得 ？The secret place of Most High 就喺一個 Shaddai 呢個字 suffix 嘅供應者嘅 concept 裏邊，同埋喺佢個 positions of most high 嗰度 receiving giving 個位裏面咧，就完成咗呢一個 grace 背後嘅 message。OK， 所以因此你發覺 bread and wine 本身耶穌基督為我哋死嘅嘢咧 ，OK， 我哋再睇入少少啦，我哋睇靈啊，就係佢 prepare 俾我哋嘅啲嘢，我哋知道 atonement for sin 啦 ，OK， 我哋嗰、那個provisions 啦。咁呢啲嘢係甚至可以話，因為佢嘅 poor poverty 令到我哋 rich 啦，得唔得？但係我哋得到呢個 promise 之後，到我產生嗰一樣嘢，就好似呢一個亞伯拉罕打贏仗嗰種嘅 receiving， 跟住就睇下呢一個人安唔安納翻上帝，同埋會唔會有一種嘅生命嘅對流咧，去彰顯佢話翻俾自己聽，我話翻俾其他人聽都好 ，God is living in my life， 係一種得到咗果子之後翻嚟嘅 give thanks to God。所以點解你發覺？在新約裏面有十個人被耶穌醫治了，只有一個人回來歸榮耀上帝。因為 second part of coming back to show God is real faithful and 正道、okay? 這種的 manifestations、okay? 其實 是那種的怎麼說是人的 duty、okay? 只要是人的 duty 的時候就不是絕對了， it depends on 那個人是怎樣，上帝的 duty 一定做得好，所以 bread and wine 一定點嘅 offering 咧，唔係個個都會顯露出嚟。一種 offering is a lifestyle， 同埋你同上帝喺埋一齊，即係話俾你聽，你食嘅雪條永遠有你爸爸嘅節日喺度，係嘛？呢支雪條就係唔同啲，好似好奇怪嘅，但係即係的確係啲咁樣奇奇怪怪嘅。人同上帝嘅關係就係咁樣。Okay? 所以因此，如果你再睇清個 red wine 同埋呢個 tithing 嘅時候咧 ，tithing 我講咗 red wine 係咩？你會發覺耶穌基督嗰個 bread and wine 係喺麥基洗德裏面展露出嚟嘅時候咧，其實裏面的確有好多個 secret。因為喺舊約裏面咧，有一個叫做素祭嘅嘢。誒，素祭嘅嘢咧係獻上一啲好靚嘅 fine flour， 即係麵粉素祭，明白？獻上麵粉嘅素祭嘅時候，變成我哋今日個 bread 中間嘅 procedure 咁樣。加上個水係咪要 anointing？跟住我哋系咪有 anointing oil 要有人？跟住系咪要 beaten？ 跟住系咪要经火？跟住系咪要打窿？跟住变成我哋一个可以 fit 嘅嘢，即系上帝嗰 form 嗰个身体，上帝佢自己嗰个 formation 嗰种 purity， 必须要临到嚟呢个世界里边变成佢一个咁嘅身体，经历过晒呢啲一切嘅嘢，佢里边一定要 full of anointing 嘅一切嘅嘢咧，佢先变得到一个 particle 嘅。bread 俾我哋去食，如果唔係嘅話，我哋冇辦法接受得到呢一種上帝原理嗰種 pure 嘅生命。OK， 所以一定要有人嘅嗰種嘅 beating， OK， 人性裏邊嗰種嘅殘酷咧，耶穌基督先至能夠變成我哋生命咁樣。第二樣嘢最得意一樣嘢咧 ，wine 呢樣嘢都係嘅。OK， 亞當血裏邊，如果係亞當紅色，即係提示執 purity 紅色嘅話咧，其實佢變唔到 wine 嘅。要變 wine 一定有 ease 喺裏邊 ，ease 原來就係人嘅虛偽，即係話其實上帝睇人嘅 hypocrisy 咧。今時我哋睇得到，其實就係我哋嘅罪。原來基督嘅血嗰種嘅 purity 能夠變成我哋 drinking wine 嘅時候咧，
必須要 ferment with 我哋嘅 sin。原來我哋嘅 forgiveness 同埋我哋自己嘅 sin 嘅本身係嗰種嘅 ease 喺裏面嘅時候，上帝嘅血先至能夠 turn to 一個 fragrant wine， 變成我哋嘅完全嘅 forgiveness。所以因此 through 一個人嘅 channel 去帶出 bread 同埋 wine。in the atonement 嗰種 justification 性，其實唔係我哋冇份嘅，因為我哋所 partake 嘅嘢唔係上帝原始嗰個 pure form， 而係上帝變成人類之後所 experience 攞咗我哋嘅罪過去之後咧，所流出嘅變成 wine， 而俾我哋 partake 入去我哋裏邊嘅時候咧，呢一個先至實實在在嘅我哋所領受嘅 bread and wine。所以因此 ，in the name of Jesus 嘅時候，我哋知道當我哋 partake 呢啲。Red and white 的時候，我們知道這些東西 is the secret place、okay? 因為這個位置本身就在這兩個字裡面 Helion Shaddai 的一個 concept、okay? 展露了出來的時候，你拍戲中間的時候，你知道這個 secret place 是可以帶給你 the shadow of almighty 的 shading、okay? 它是可以幫你改變一些東西。所以我們呢要說了很久了、okay? 到最後呢回到詩篇九十一篇那裡就完完埋佢啦。嗱，睇完嗰個位喺邊度時，我哋睇下究竟係點用？點解叫做911啊？你點解美國佬個緊急電話唔係911，係911？因為我哋賴嘢爆機都係911。住在至高者嘅隱密處，必住在全能者嘅任下。我解釋咗啦。你只要喺嗰度嘅話，全能者呢個 all suffix 嘅 provider 一定會遮任，淨係你嘅啫。我要論到耶和華說，他是我的避難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避難所同山寨原來係兩個唔同嘅字嚟嘅。避難所 refuge 就係、是、你逃離嘅一個地方，佢會同你圍。是愛來給你逃入去裡面去保護你，但原來山寨這個字呢 是 bookwa、其實那個是 bookwa 這個字本身，或者叫做 fortress 這個字呢，它其實是一個進攻式的堡壘，就是我們的 chest 裡面的最後那兩隻居那個 tower、所以 它不是停在某個地方，它是攻擊的一個堡壘、所以因此它說它是一個 refuge， 你可以逃離去裡面，但你逃離入去裏面之後，你可以將整個 refuge move together with you 嘅一個鍋，就變成一個你當佢一個崩塌好乜嘢都好嘅。你總之去到邊度嘅時候咧，係一個好穩守嘅一個堡壘。唔怪得知大衛王對付哥利亞嘅時候係可以用到呢一招，上帝必定拯救佢去攻擊哥利亞。唔怪得知我哋用雨傘同埋用保鮮紙係可以嚇親佢。呢啲嘢原來都係有利的，因為上帝係我哋嘅山寨，佢係我哋嘅神，係我所依靠的。人依靠嘅係乜嘢？人依靠嘅今時今日，特別係今時今日社會裏邊，唔喺香港裏邊，佢哋唔能夠依靠機關槍、橡膠子彈，唔能夠依靠暴力，勾你一棍係有好嚴重、好長遠嘅後果。自己的老婆仔女都有後果，原來起個底的力量是比你偶然一棍嚟講係仲犀利。人只要不惧怕的嘢咧，原來就會改變咗一切嘅嘢，你得唔得？他必救你脱離暴戾人的網羅。上帝的遮蔭蔭到你的時候咧，佢一定會做好多嘢。有些人要捉你咩？佢要救你脱離。毒害的瘟疫佢都要救你脱離。佢用自己的靈毛去遮掩你。你要投靠在個翅膀底下、所以第二個 point 就是話，你將你自己擺在你自己的力量裏面，你不斷將你自己擺在佢的陰户裏面。佢的誠實是大小的盾牌，無論是大的盾牌和小的盾牌，都是上帝的誠實。我哋今時今日祈求上帝為我哋保護我哋的時候，我哋依靠係乜嘢？我哋依靠的係咪上帝的力量好極抽？上帝對你的愛好澎湃，係呢度提醒我哋。大衛王知道依靠是什麼，依靠 God is faithful， God is faithful， God is never changing、God is faithful to the Son Jesus Christ who died for me， 這個 change actually 就夠，你不用覺得上帝一定很勁抽那些的確是，但那些不能夠guarantee他一定要保護你，他對你的愛即是好像你那些佛佛沉沉股票市場那些愛的話，即亦都你這一刻覺得上帝很愛你，下一刻就覺得的時候，撒旦可以攻擊你的覺得，
但你只要相信上帝 is always faithful 的時候咧，佢的確係你個大小盾牌，你一定唔會怕黑夜嘅驚嚇。喺、darkness 裏邊，一切嘅驚嚇巨嚇，你係唔會再驚。白晝光明日子裏面飛箭飛過嚟，啲導彈飛過嚟嘅話咧，其實你都唔使驚，也不怕黑夜嘅瘟疫或者五間滅人嘅毒病病毒啦。但係喺呢個位裏面，第七章裏面都話俾你聽，大衛嘅心態係點嘅？雖有千人仆在你的旁邊，萬人仆在你的右邊，這災佢不能近。嗱，大衛當時身為一個皇帝，佢邊啲人裏面？以色列民嗰度，佢身邊都係以色列人，大家都有 covenant 嘅。點解佢會見得到1000個喺你左邊，1000個右邊，10000喺你右邊？但係就唔會嚟到你同你中間，因為第一大衛 is the anointed one。即係有上帝嘅 Holy Spirit， 所以佢明白好多同上帝中間嘅默契。其他人有冇大衛唔知嘅 ，OK？ 所以因此你見到好多人喺左邊右邊撲低嘅時候咧，你知道係你上帝一定保守。OK？ 你為親眼觀看見惡人遭報。OK？ 嗱，見惡人遭報嘅呢樣嘢，如果係 take along with 上面嗰樣時候，你就會知道呢一樣嘢唔係俾呢個世界嘅。你唔會見到呢個世界嘅人咧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但是如果你是上帝的选民在你眼前的时候，你就会见得到王人遭报、okay? 因为你的缘故、okay? For example， 哥利亚怎样遭报那么大，阿苏罗怎样，苏罗不是对大卫他都不会来的，行不行？就是因为你的缘故才是王人遭报的、okay? 所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一些 under grace 的人的面前才会出现，调回转我们为祈祷，否则他们很大剂。第九節耶和華是我的避難所，你將至高者當你的居所。Okay? 禍患必不能近你。他將個你咧，即係將自己擺喺個你裏邊啊嘛。講緊大衛啊，你啊，耶和華係我的避難所，大衛你已經將至高者當作你的居所。Okay? 禍患必不能到你，災禍也必不挨近你的帳幕。Okay? 我哋今日係咪一切好似頭先我坐低講嘅？你見到靈恩派黐黐地嗰啲嘢，黐黐地嗰啲靈恩派啦，靈恩派裏邊有啲好 make sense 嘅，但係都有啲黐黐地嘅，你冇辦法。但就算黐黐地嗰兩排都好，佢都係一生將上帝呢兩個字，就算幾奇奇怪怪都好，都係擺喺排落去。佢唔會話得閒我先嚟聽下，得閒我先嚟親近上帝。你見佢知道佢某個位嘅時候，佢乜嘢都係上帝行頭。因為佢永遠都要挨近上帝。第十一節，因他要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啦，呢句就是撒旦听耶稣的第二个试探，就叫他跳下去啦。因为他话我的使者在路上面保护你，他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所以因此是撒旦的缘故咧，证明咗呢个系耶稣基督啦。你要端在狮子同埋魔鬼蛇嘅身上嘅践踏，笑撞狮子王大蛇。你是可以 try and over 這些人覺得很危險的事、okay? 神說因為他專心我的了，獅子和大蛇、okay? 大家知道什麼、okay? 獅子的性格就是殘暴，大蛇的性格就是狡猾和獨立、okay? 所以狡猾者和殘暴者你是可以踐踏他們 in Jesus name、okay? 神說因為他專心愛我，我就要搭救他，因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它安在高处。一个 Shaddai 的至高者是一个 positions 的一个称呼的时候，他知道了我的名字，我就要将它安在高处。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名字是什么？今时今日我们知不知道他的名字、耶和华你很熟的，耶和华 Yud-Hi-Wah-Hi 这四个字代表什么？你知道 Hand of Grace, Nail for Grace 这个名字本身就是 Yeshua 耶和华的拯救、It's Jesus Christ、okay? 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okay? 你求告上帝、okay? 他就一定会拯救你，你未求告他，他未拯救你之前你在困难里面，他都会跟你在一起的，已经等着你去求告他。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两件事。第一，在一些不好的事上面，上帝会将你带起，但第二样东西，在你平时没什么事的时候，他都要使你尊贵。什么叫尊贵啊？尊贵是不是即是你是社会里面的上流人士？社会里面的上流人士其实只不过是 being recognized by people， 是不是？真正的尊贵是 recognized by the most high God。
當上帝覺得你是 precious， 覺得你是尊貴，去視你為尊貴先。這個世界的萬物都會視你為尊貴，尊貴不是只是人的人。Okay？ 甚至花花草草啊、動物啊，佢哋行過都會覺得你是尊貴。Okay？ 上帝視你為尊貴，可以使他祝享長壽 ，long life，I will satisfy him。Okay？ For long life, I will satisfy him， 即是什麼意思？即是說 satisfy 你，即是你話事。Okay？ 你話事要活幾耐 ？For the long life, I will satisfy 到你夠為止。Of course， 你要 satisfy 又要 long 嘅時候，你梗係要 long healthy and good life， 得唔得？你如果唔係嘅話，你如果淨係 satisfy 你，但又唔俾你 health 嘅話咧，你可能想短啲，咁我 satisfy 唔到個 long 啊，冇個 long 字得唔得？你要 long 又要 satisfy 嘅話，你個 life must be good。所以上帝 promise 咗我哋，你有一個 good and long life according to 你自己嘅決定。但你自己的決定，即係話呢種嘅 faith and believing 係擺喺你自己手上。如果啲人好似雅各裏面成日覺得自己嘅生命又短又苦嘅話咧，誒搞唔掂，點都 satisfy 唔到俾你啊！難道雅各真係又苦又長？其實唔係嘅，誒佢都有好多個仔女進入咗去埃及地，但係佢信唔到，成日就 satisfy 唔到。將我的救恩顯明於他 ，show him my Yeshua， show him 耶和華的拯救。呢一個就係耶穌或者係上帝嘅名字。Dwell in the secret place of the Most High， 領受上帝至高者嘅庇蔭。你有啲乜嘢 in conclusion？ 你有啲乜嘢生命裏面嘅 challenge？ 想改變啲乜嘢 ？Break the bread and drink the wine in Jesus' name， 因為你知道上帝嘅血係 ferment through 我哋嘅 yeast 而產生一個血， okay？ 成為我哋嘅 covenant 喺裏面。上帝係會因為我哋會改變一切。Take out 你的 life， 俾翻一個 portion 上帝去 witness 翻上帝嘅真實。OK， 好簡單啫嘛。Okay？ 我唔係叫大家成日攞錢出嚟，攞錢出嚟。但係調翻轉就係話，你攞住個羅馬書去朋友同人傾偈查書，俾佢知道 God is good to you。你有咩唔同，同佢祈禱，同佢改變，多啲同佢傾偈，唔係做一啲神秘嘅儀式，去讓佢哋覺得你好似有無窮嘅神秘力量。你要讓人哋覺得你有無窮神秘力量 ，OK， 但係唔好讓人哋覺得你有，你要話俾你上帝有無窮神秘力啦，明唔明啊？你咁樣拜王大仙拜得好犀利，拜上帝啦，你冇死嘅，你亂咁拜佢，你都冇死嘅，你啲點跌都跌喺上帝，明唔明？你一啲好好嘅 living 嘅 life 嘅 witness 咧，可以突破喺香港呢個社會裏邊嘅。我唔知點解 Pastor Prince 嗰次就特別嘅同我哋做一個祈禱話。I will pray that in the coming year you will not die。好serious啊！呢陣年頭第一次。而話俾你聽，我哋倘若我哋覺得詩篇九十一篇係一篇能夠令到你共鳴嘅一篇詩篇咧，經常去背誦，經常去 proclaim， 經常去念佢，因為就算猶太人都相信詩篇九十一篇係有一個專用嘅 protection 喺度。OK， 連嗰、那個佢哋相信疾病都可以得到醫治。Proclaim over 詩篇。3:91 在裏面知道，當你願意進入去 secret place of most high， okay？ 上帝的 shadow 就一定會 cover 在很多個時候。好，我們可以沒問題的話，我們就